我们现在来 Costco 给小卡的车加油，现在油价涨得挺多了，现在是1.2块，是不？121.99100升，涨得挺多了。今天加油的人也特别多，都排队呀、啊。日子不好过呀，什么都涨价。有意无意的加油，因为今天人超级多，没办法，所以我们就只能把那个线拉得特别长过来加。而且不是我们想选口，是刚才有个人给我们搁这指挥，跟我们说让我们来这儿。看看这么多人，在有意无意身后这一排排车全是来加油的，也不知道今天咋回事，发生啥事儿了？要涨价呗，还发生啥事儿？然后得跟大家说一下哦，今天是礼拜四。不，我的意思是想说，今天没到周六周日呢，人咋都来了呢？